你松手！你要干什么呀，雷哲？松手！杜小苏，你冷静点，听我说。听你说什么呀？你是想要跟我道歉吗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我是你的玩物吗？你给我道歉，我就得接受吗？我每一天都在等你，我很害怕，我特别想要给你打电话。 可是我每次打电话的时候，我特别害怕。我特别害怕你在别人身边，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？你想分手你就说啊，你就告诉我，我杜小苏没有那么难缠，我会答应你的。可是你让我等，你让我猜，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我怎么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呢？ 我看你今天也并不是想要来跟我道歉的，对不对？你只不过是想让你的心里好过一些。我承受了什么，我的痛苦你根本就不懂。谁能猜得透最后的结局？每个人的心都太过拥挤。 你的毒，我当然可以理解。不见你，我比你还要难受。你讨厌我，不想见我，这些我都可以忍受。但你今天必须听我讲。讲完以后。 你若还生气，我雷雨生对天发誓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纠缠你。